生活像悬疑的小说，下一页剧情是什么？我相信没有人晓得，世界究竟怎么了？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，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，好像时钟几秒钟。孩子似的闭上眼，向前走，回到自己那一过，那个好久忘了去梦的入口。我喜欢孤单冒险，追逐梦的线索，我的足球上都是自由，再也不想做无聊的那个我。我走向上演。